Mental style.各位尊敬的嘉宾、同事们、朋友们，欢迎各位参加2022年全球散居国外者峰会。非常高兴联席主持这样一次爱尔兰政府具有一个悠久历史和传统和热情的国家来主持这次会议。他们呢，在散居国外者方面是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呢是占我们的散居国外的侨民占大约是7000万人。而且呢，我们是有跟爱尔兰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关的，他们是完全反映了国际移民组织的愿景。为什么这一次峰会在目前的这个时刻如此重要呢？我们在过去可以想一想看，什么时候回想一下，在日内瓦的时候，我们的部长在国际关于移民的论坛对话上所讲的话之后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也凸显了散居国外者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塑造国际移民的议程。而且呢，非常明显的看到，在全球的安全的和有序的和经常的移民有关，而且呢，这也显示了重要性，要创造条件和空间，让散居国外者去多多参与。这样的话呢，能够去提供一个框架去行动，这个框架能够帮助建立起一个长久和信任的关系，而不是仅仅是在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让散居国外者去提供支持，而是说让散居国外者在代表一个可信的声音的时候去接触到移民者，带来发挥作用，包括分享移民的机会，同时呢帮助协调使用这些服务。而且还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让他们要警惕一些危险，在移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人口贩卖和走私的危险。而且呢，这样有一个机会能够拯救生命，而且我们有也是我们共有的责任。侨民呢显示了在新冠疫情当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移民呢被看作是一些关键的工作者，提供了所需要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农业工作者，遍布世界各地。而且呢，散居国外者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当中尤其如此。而且呢，只有通过提供技术的专长来体现其中一个，那么像IOM 的精神健康社会热线就由乌克兰的这些侨民的心理学家所帮助建立起来的，而且呢也给乌克兰的公民离开国家提供了支持，因为他们否则的话没有渠道，而且非常脆弱。而且呢，这种虚拟的侨民网络是一个唯一的渠道，帮助这些移民获得信息，让他们知道可以如何获取帮助，而且以他们的语言获取。所以呢，让我们充分利用这3天的时间来共同分享经验和教训，但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出一些具体的方式去建立起伙伴关系，与散居国外者合作，去共同的建立起战略和制定政策，以及呢现场所需要的响应行动，让我们一起确保我们的成果文件，也就是我们的目标，能够给我们讨论带来一些主旨，并且呢成为第一场全球移民审议论坛，来提供一些意见。那2个星期之后就要举行了，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移民的声音能够进入到这场论坛当中。我希望大家这场峰会都能够圆满成功，并且呢也希望在之后还举行很多很多场。非常感谢。
各位好，欢迎来到德文。我们非常自豪爱尔兰能够主办这场峰会，作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来组织。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峰会，它发生的背景呢，就是由冲突所导致的移民，还有防环境的威胁，特别是气候变化导致。而且呢，要应对这些挑战的话，全球的散居国外者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但是经常呢会被忽视。而且呢，侨民呢是通过努力建立起来的社区，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家、祖国还是所在国都是如此。他们既强大又富有韧性，他们这些社群是期待着要回馈，而且呢希望做出贡献，给自己的家乡以及他们所居住所亲的家乡去做出贡献。他们有独特的经验，而且呢是人类组织相连的机理，跨越了国家文化和跨越的世代。我们今天看到在乌克兰的情形下，全球的侨民正在提供重要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和支持，而去支持那些不得不离开家乡的人们。我们相信这场论坛会充分的强化他们这些侨民所发挥的作用，来做出更多的和平和繁荣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各位在今后几天的讨论当中一切顺利，非常感谢。感谢各位，各位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非常高兴各位能够在这里举行这个会议。散居国外者人道主义，特别是考虑到这个，我是沙巴卡的主持人，我叫巴沙阿美特，我是我们是在这个侨民人道主义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很高兴主持今天的会议。稍微介绍一点背景啊，这次峰会的内容背景。而且呢，听到我们发言人讲话非常高兴呢。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侨民呢正在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行为和发展的关键者，不管是在财务和非财务的贡献上都如此。而且呢，侨民经常是一些有着非常宝贵的经验和专长，而且呢是在各个社区发展工作提供服务。而且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侨民在新冠疫情当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不仅如此呢，还有建立人道主义，帮助提供参与方面，侨民呢都是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一些变化。而且我认为呢，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讨论如此重要。我们在这个峰会当中讨论人道主义和专长的分享，而且呢可以让人道主义和发展能够连接起来。我想呢，这也涉及到其他的人道主义的参与者和同样重要的人士，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建议哈。但是呢，我们的发言人呢会给我们显然讲出很多独一无二的洞见。那么而且呢，关于这次会议呢，先说几点事项。首先呢，是有机会让大家提问，在聊天功能去提问的，而且呢还提供了同声传译，有六种语言，阿拉伯言、法语、西班牙语、英语、中文，那么大家在屏幕的下方呢可以看到传译的按钮。第二一点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在线的会议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说，请确保你的没有讲话的时候麦克风要静音，就确保说声音的质量能够好一些。而且在等会儿提问的时候呢，请尽量简短，那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我想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最后呢，就是请大胆发言，哪怕是说仅仅是发言提问呢都很可以，您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请尽管参与今天的讨论。那么讲到这儿呢，我就到这里了。我现在呢首先想介绍我们的第一位演讲人 Mingo Hadik。他呢在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业从2007年就开始工作了，在过去十年当中呢聚焦于支持有效的侨民参与在这一个领域。那么所以说呢，他是丹麦难民理事会民间社会参与的部门工作。Mingo 呢是制定了一些战略，而且呢做出的这战略对于
球迷参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呢，他在球迷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整体的人道主义生态系统当中，尤其如此。而且呢 ，Mingo 还扮演重要的角色，确保说任何散居国外者在人道主义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方面做出了很多研究。好，现在呢，我就介绍到这儿。Mingo，现在请你开始吧。好的，谢谢。Thank you, Bashir. 谢谢巴什，谢谢你的美颜介绍。各位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邀请今天来发言，能够有这么多跟这个话题息息相关的人员参与实际上呢，散居国外者的参与，特别是说在人道主义响应方面，不仅仅是我过去十年所从事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最有热情的一个领域，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分享并且去倾听这一个今天的对话。那么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其他话。我想呢，新冠疫情呢就像一个放大镜啊，显示出来了侨民散居国外者他们的参与的重要价值。我想具体谈一谈新冠疫情和侨民，但是呢，我们还会一般性的讲一讲这个领域以及我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我确实是准备了一个演讲幻灯，确保呢有一些关键的概念在我的过去数年的反思呢能够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呢我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屏幕应该是可以的。Bashir，你能够看到写着开端这一页吗？可以看到的，完全可以看到，很好。那么我在这个模式下怎么换页啊？可以了。我刚开始在这一个课题工作，也就是说侨民参与和冲突缓冲的时候，是2012年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散居国外者或者是侨民人道主义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啊，那么这个侨民参与在人道主义领域几乎是没怎么听说过的。那当然，但实际上呢，它是其他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更大，时间更长。那么我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可以说呢，我们的同事呢当时都很怀疑，就是当我讲起以及侨民的数量和价值的时候，我们的同事都很怀疑的看着我，哪怕是我的直接经理上级都在怀疑，说真的是这样子的吗？那我想呢，持续去质疑我们工作的价值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确实需要一些话心，需要一些耐心。很多同事呢，要去做出努力才能够保持这种环境哈，因为这个工作领域大部分人是比较不了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确实是说有一个认识哈，就是说人道主义系统是无法应对越来越大的需求了，仅靠他们自己是不行的，所以呢必须要认真的去反思自己，想一想能不能让系统当中有其他人参与进来，以及呢发挥领导作用。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么我们越来越多的是看到人道主义系统的缺失之处，而且呢需要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呢我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去更具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如何支持和增加对于侨民在第一响应机制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特别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所以说呢，这是一段很长而且很精彩的历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思考以及呢我们认为哪些可以带来成功。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功，但是呢却是重要的要素。我们稍微来讲一讲我认为什么对于侨民支持计划比较重要，还有政策制定方面，还有一些一般性的思考是关于，我想啊，很多的侨民支持计划呢我在过去都参与过，那么很多呢包括侨民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知道你是谁，你可以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可以是什么就可以。所以呢你要首先要知道你自己的角色，因为你是处在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当中。还有呢有一些倡议，那比如像我们的 DMAC，
那不一定呢是仅限于侨民，但是呢却支持侨民需求和要求的。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倡议当中做的工作呢，是利用网络专长和力量，也就是我们所工作的组织，还有呢像今天呢就是丹麦难民理事会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机构，那么能够分享这种权力力量和他们的经验，去有更大的包容和参与度是很重要的。而且同时呢我们的伙伴也是如此，那么我们的一些参照组那至少呢是占到有 50% 的侨民的，他们都是在人道主义系统当中工作，他们这些人都有专长网络和力量可以去利用，去代表了更多的侨民群体。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去建立起桥梁，在各个机制化的正式系统之间建立起桥梁，让我们去做出人道主义的响应。另外一个想法，而且呢是很突出的个人的经历，就是要持续跟同样的参与者和伙伴去合作。那么仅靠我们自己的专长是不够的，那么也就是说从一个非侨民的角度来讲是不够的，要成功的话是要建立关系和信任。这实际上呢就也意味着需要对我们的行动非常透明，对我们的参与和目标很透明，要坦率地讲我们可以做什么，坦率地说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必须要负有问责责任，对我们的工作不仅是对于我们的捐资者出资方，还有我们的伙伴也是如此，甚至呢对于我们服务的人群，也就是有人道主义需求的人群保持透明。永远最终不要忘记我们工作的呢是人道主义危机呢是要给那些受危机影响的人去提供服务的。所以说呢建立信任还关系到说你是跟谁工作，要真正的好奇知道谁如何为什么这些问题，确实需要理解我们工作的背景和它的态势。因为呢每一个冲突都不一样，那么可能一种情况适应一个危机，那另一种就未必适应，我们必须要考虑这点。那么其他的参与互动也是如此。另外呢还要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坚持长期保持下去。短期来讲可能现在时髦，那么有这个侨民支持项目这种是不行的，很少有作用的，需要长期参与。那么要靠这种长期的参与去建立起信任和伙伴关系和信。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显示出主人公责任感，而且呢也就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服务提供方给这些侨民人士这样的话呢发挥所有责任感。这呢确实是需要确保你所建立起的支持和积极的参与在他们看来是切合需要和他们息息相关的，而且呢是可以做到最佳质量的。目前那个例子像乌克兰已经提到了很多次了，我们每周呢都有协调会跟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一些组织去合作，去协调的这些紧急活动紧急工作。而且呢主要是通过口碑的方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我们的协调工作，而且呢组织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在参与建立这个网络和关系的。我想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对我们所有各位我们刚才说的五点都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是双向的。我们需要对信任，对于理解上下文背景，确保所有主人公责任感，我们都需要在现有的人道主义系统当中去基础之上去工作。虽然说我们说整个系统可能它是一个同质化的一个庞大的欧洲巨人但是呢还是人。我们在侨民系统当中呢需要是要给人道主义危机当中的人是带来效果的，所以说呢要跟他们以尊重和信任去互动和问责责任去打交道。我这里头还有一些一般性的思考是从运营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看到哪些做法效果好，哪些不那么好告诉给政策制定者，
我想呢，同样这是啊，我们这一个轴的另外一端，那么就是积极的参与哈。那可以如何尽量的产生影响和效果？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等待。那么有这些政策基础设施，我们不能等到一场或者是下一场危机出现的时候才去行动，而是要战略性的采取行动，而不是要去等待你的危机发生才去行动。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就必须要能够让侨民参与进来，他们必须要能够去确保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计划和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并且要尊重和信任他们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好奇并且有长期的思维来去思考。我们已经看到之前侨民他们是反对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改变的，所以怎么样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为尤其是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没法把自己的想法嵌入到你的政策当中，他们也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讲还有他们所来自的这个国家来讲对他们的期许是什么。另外一点是不要去设置守门人，强大的组织和机构通常来讲也是在侨民参与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擅长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说的话也是对的，并且带来的人员也是对的，但是存在一种危险，是这种做法可能就会让我们限制了聆听的声音的来源，所以我们应该让侨民参与进来。另外一点就是不要去工具化侨民或者说是散居国外人群，这是我们以前在其他的这些尤其是居住国的政府当中还有政策制定者当中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他们希望能够取得一定的目标，我想这个最后所带来的就是不成功的侨民的参与，因为在这当中就没有任何的主人翁的意识，而且不要去要去合作，你要跟他们讲说我们当中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我的一些反思，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时间还行吗？好，没有延时啊。好，我还有一些关键性的反思，这也是我们这一行工作当中所考虑到的，不好意思刚才多点了一张幻灯片啊，再回到刚前的这一张，再讲到了之前的这些大的侨民组织，他们以通称也是有这种本地化还有人道主义援助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的，地方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要去牵头他们温机的工作，这个从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可能的，实际的有这种生态体系的需求也是存在的，我觉得这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侨民也要知道即在这种本地化的支持当中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哪些人是地方化的人员，以及在当地的动态当中怎么样去让侨民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关键点，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当地组织他们觉得他们现在是被侨民所去主导了，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他们觉得我们必须要能够参与到社会生态体系当中，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住在这些应对危机所在的国家当中，所以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还认为我也是必须要老是跟我自己讲，还有我们自己的越来越壮大的团队当中，那就是人道主义援助它不是竞争，它应该是互补，应该是想一下怎么样去把人的需求放在首位第一位，我认为这一点也是人们很容易就忘却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记住，这是第一的。所以刚才就是很少的几点关键性的思考，最后就是谢谢啊，那这也是一个大写的感谢，要感谢我们可以说是不懈努力的这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我也是之前见过他们，并且和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和他们在一起合作过，不管是侨民还是非侨民，不管你是来自于系统内还是系统外，所以在这里呢，我是真的特别想去感谢你，是一直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谦逊，并且让我觉得这个是无任何的限制制约的，所以也是非常的感谢你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继续工作的原因，所以我就说那么多。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我想其实刚才您讲到的一些点我们都可以谈上一天的，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确实也会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刚才您讲到了我们需要合作这一点是我最喜欢的，那讲到这儿我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演讲人，我在这里想去欢迎
Bashima， 他呢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经验丰富的创业人创业者，他也是之前来自于这个索马里的，并且呢他是专门做的是广告媒体，他在广告公司以及工作过，专门做的是设计。这个公司呢他也是以前获过大奖的，除了是一个创业者以外，创业家以外，他呢也是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发音啊，我可能说的不准，所以接下来有我们这个演讲者你可以去纠正我啊。您呢也是在索马里的这一家公司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我们的这个第二位讲者的话呢，他也是毕业于Regional 是媒体以及设计的公司，这是在2015年的时候，后来也是专门推出了他自己的这个 Adult 广告机构。你也是培训过在索马里的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当地人员，并且也是有人说他是在2020年最为有影响力的年轻的非洲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非常卓越的一份简历啊，所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请到您跟大家讲一下，来去回归到这个社区当中您的一些体验，所以有请您发言，非常感谢。不是啊，大家能听到我讲话吧？我想大家可能也是听到了今天这场非常好的话题的介绍。刚才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 Mohammed Mashia Bishman， 也是有一个德国起源这个名字。在英语当中它所的意思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叫橙子屋啊，而且当中还有一个字的名字呢讲到的是这个索马里，有索马里的起源，还有另外的一个字呢字眼当中是有这个荷兰的起源。Guzman， 我们也是一个侨民的组织，我们希望能够宣传联通还有组织在索马里的这些索马里人群以及在荷兰的索马里人群在一起活动。我们是在16年的时候就开始这本项工作了，当时也是有一小部分的索马里人创作的，我们主要是有创业家，也是有些职业人员，我们也是在索马里的发展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职业的角色，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是起到影响。Orange House 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呢也是影响不光只是在索马里和荷兰，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信息和其他的工作可以影响到索马里荷兰以及其他地方的这部分的组织，希望告诉他们在索马里的投资机会有哪些，来让更多的政策以及立场的定位。我们也是一个信息平台，告诉大家在索马里的这些人们的信息是什么，也是帮助在索马里和德国的这部分的索马里人群，告诉他们现在最新发展的是什么。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市场领域当中提供很多信息，包括市场情报，告诉大家现在在索马里的一些这个经济合作机会哪些。我们也是支持荷兰公司去创业发展他们的业务，而且在实践当中是帮助我们自己的这些成员他们的一些工作。我们有会议，并且是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业务活动以及实地调查。我们也会欢迎不管是荷兰的索马里人还是其他地方的这个索马里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索马里。我们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在荷兰和索马里呢也是非常的紧密的关注它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四年间，现在有在索马里很少的一些侨民组织只在打造一个社区，不管是就是帮让在居住国来到我们的来源国，所以这就牵扯到了刚才讲到的索马里和荷兰两个国家的参与。我们的贡献
不光只是在企业，也是在文化方面是一个桥梁，还有社会和经济的桥梁的嫁接，这个也是我们工作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里还要提几点，索马里在最近呢也是支持了欧盟的企业，因为他们是在索马里呢也是有适于接下来几年的投资，所以也是在去年的六月，荷兰成为了也是有重大比例的达到 21%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然后呢就是瑞典，这些欧洲公司他们也是现在活跃在索马里，他们的起源呢是荷兰，所以这部分的资金呢就是为了支持索马里的发展，也可能是这部分的资金呢可能也是来也包括来自于其他的国家，我们现在也是和其他的组织进行竞争，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到时候在这个企业的支持这方面的话呢可能排到第一，我们希望能够辅助索马里和荷兰之间的企业的合作，但除此以外我们也希望在他们需要的任何其他领域提供支持，谢谢。非常感谢 Mohammed， 特别有启发啊，刚才看到你们不光只是聚焦于索马里，也是希望能够去打造和荷兰之间的更好的桥梁，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的有意思的去做这件事情。好，感谢刚才的介绍。I personally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but I want to. 我个人其实对刚才的介绍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还是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听众，现场的其他的人，对我们刚才发言的嘉宾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对刚才的这一个索马里的组织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就讲到你们不管是这个侨民，还有侨民人道主义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经验，或者是政策这方面有什么提问吗？提问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提出。Martin Russell 有一个问题啊，那 Martin 呢，请你把麦克风打开，直接提问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巴沙，感谢刚才的同事。巴沙知道我的同事是特别的难听懂啊，所以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到时候由他来去解释。今天可以看到大家不光是来自于都柏林，还有来自于其他地方线上参加。刚才您讲到了本地化，这也是我们通常会忽视的一点，就是在讲到侨民参与，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吧。我之前也记得和其他人讲过，他们也是来自于爱尔兰，他们就去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公交车站，然后等他们从伦敦回到爱尔兰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公交车到时候会在10到15分钟、20分钟会来，然后但是在爱尔兰的话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的，所以等到下一个公交车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呗，反正没有一个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看到在不同国家，不管你是居住国还是目的地国，公具体的事情的一些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在这里说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去确保我们在国家当中的这些参与的话呢，是知道是有依据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去意识到这一点。另外一个跟进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可以在过后对话的时候谈到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管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有在短期之间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意愿想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在中期这方面我们的侨民社区也是有一些想法呢？比如说在这个中期之间去提供一些以友善为基础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协助呢，当然不管是中期或者是长期啊，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也是都可以的，不管是中期或者是长期。所以就是这两点我想提一下。好，非常感谢 Martin。 我想那我就一次收集2到3个问题或者是想法吧，然后来去统一的问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其实本人还是有很多问题想去提的。而且我们的与会人员也是有一个问题讲到的，就是侨民政策这方面的架构有很多，就是想去正式化，
来源国和侨民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点通常是在这当中被忽视的，那就是讲到这些失散的这部分的人权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把它也是包容进来呢？那我来去问一下这个 Mingo 和 Muhammad， 您就这两点来去回，您再重复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刚才没有听清楚啊。啊，我说的一个问题是政策，侨民政策，比如说来自于成员国的政策，怎么样能够在他们的政策当中加入人道主义的元素？还有 Martin 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觉得在短中长期之内，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再去问 Muhammad 的另外一个问题，请您先回答吧。我想先开始解答吧。我就是一些宽泛的敏感性这方面，怎么样去确保我们全盘都可以去包容进这个问题？我非常同意刚才 Martin 讲的这一点。我们现在确实是有这种看法，就是说侨民其实是对于地方的人群是更为紧密的联系啊，跟我们的其他这个国际组织相比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这个本地化的程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这个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其实是一个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我也认为我们所有人，不管你是国际还是跨国，还是你一个本国人员，但是你是在一个特定的社群当中工作，你都必须要确保我之前所提到的一些点，你就必须要有好奇心，要信任，要尊重，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说这部分的人他们的这些能力本身是你需要对他进行支持的，他们本身的需求必须要把它放在首位，所以你不应该说跟他以一种竞争的关系来去把他把地方的这种价格去比下去，不管你是一个国际性的人士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首先是注意力这一点要关注的。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一个固定的解决办法，就是不断的反思吧，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样。但当然这其实确实是对于一些社区来讲呢，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因为这一点呢，有些时候大家是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容易被忘记的，因为可能你现在所处的国家和要对应对危机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会忘记这一点。长期角度我们觉得目前为止友好的基础来看，我觉得这一点会自然的出现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可以看到这些侨民的社区，他们看到说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人道主义了，然后呢我们进行到下一个领域了，你可以看到他们从属性上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有不同的纽带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连结性的。现在呢良好的欲望就出现了，因为有一些政治响应，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呢都是让人们去参与，然后呢改变他们的互动关系了，然后呢可能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很糟糕呢，但是说呢去贡献出自己的观点，说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还是很明智的，所以我想呢几乎是一个纽带，但是呢也是可以思考的，而且呢可能马上的即刻的这个良好意愿，短期的这种就如何能够让这种短期的良好意愿能够形成长期的纽带，我们看到的一些是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呢，就是如何让泰迪熊能够变成真正的实打实的帮助，我想呢这种志愿者的总体参与来讲就是如此，这是一些关键的问题，没有回答哈，只是更多的问题，不好意思了。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发言 Mingo。 我们再请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Muhammad 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观点，就是说有哪些行动可以去促进这样的对话，或者形成一个框架，或者说是不能做出 假定一些，但是说比方说人的网络可以能够创造出更多条件的。非常谢谢大家对于索马里的关注啊，希望大家可以听得清楚。是的，我们能听得清楚，谢谢。在索马里呢，我们说索马里的政策确实是大多数
情况之下，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侨民。所以呢，你看到 Mingong 也说到一些问题啊，比方说谁是本地人，谁是侨民，在索马里呢，这一点是影响着每一天的政治对话的，在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很多侨民都是在推动索马里的一些，在索马里的一些政治运动来讲，都是决策制定的人，不存在说哪些政策，就是说侨民本身被单独看作一个政策制定的因素的。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在索马里more than now 15 years ago 应该说50年前的事情了，就是说有专门针对侨民的，但是现在的索马里已经没有把这个问题分得那么清。我们看到人们回到索马里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部落主义，把一些侨民参与的重要因素就给排除掉了。所以说呢，我们说侨民组织或者说是全国层面上做出过些努力，但是不是很成功。但是你尤其可以看到的就是侨民，索马里的侨民通常会做出很多贡献，而且呢，每当有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索马里发生紧急危机的时候，都能够看到。现在呢，索马里有些地方甚至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索马里侨民的参与，但是在高层面上，并没有觉得说侨民应该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或者是政策专门针对于侨民，把他们放在政策制定当中去考虑的。但是呢，侨民自从中央政府崩溃倒台之后，侨民呢确实是对于国家做出了很多的回馈贡献，帮助国家在一些困难时期去度过。好，谢谢穆罕默德。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言哈，就是体现出了这个实际情况哈。我们会继续回答问题和请大家发言，然后呢也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我们在座各位哈，可以再提两个问题哈。 Joyce 你请。 George 我们听不到你。 George George 我可以听到了，可以听到了。我每次电脑拔线插线之后都会出点问题。非常感谢。我的问题实际上呢是想一种连接，就是把 Mingo 和 Mohammed 说的连接起来。 Mingo 讲到了当地和国际层面的连接，以及有一些机制，还有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分谁是本地谁是国际。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想我试图要把这个问题和 Mohammed 的背景联系起来。你也可以说，我们说人在人道主义工作和发展工作当中的人的一些区分，还有一些人是在私营部门，一直到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比方说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些为导向的一些工作的这些人，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从本地到外国，那都是有不同的机制和专长，有本地的专长在这个背景下工作，可能有技术专长可能更强，或者是在国际层面上。然后与此同时上呢，那这个继续从纯的人道主义组织一直到商业人这个轴向，所以我的问题是说有没有不同层面的价值增加。换句话说，企业家那可能来自于自己本国，他可能是说呢去了其他国家成了侨民，那么这个人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带来什么附加价值，而不仅仅就只是说离开国家的一个人。那么他们
可能有些人是在人道主义领域或者是在发展领域工作的人所不具备的专长，那也或者说是可能是他们发挥别人发挥不了的作用。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可这些企业家有在人道主义的这个背景之下可以有哪些具体的价值可以去带来，那就是跟其他的人去比较起来，那这就是我要提的问题。好的，我实际上应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座各位发言之前能不能简单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你是从哪里参加我们会议的。 Sophie George， 你可以说。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Martin, you will get your chance as well. 那 Martin 一会儿你也会有机会让你自我介绍的，介绍等会儿给你机会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Connie，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提问。Du ministère d'État,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de la diaspora. Nous sommes heureux de participer. 各位好，非常高兴。在科特迪瓦，向各位致意，我代表总干事，代表司长，我想说每一年。我们都会组织一场论坛，是关于侨民的，是为了要讨论侨民贡献的各方方面面。我们在已经第三年举行行动了，而且呢是得到了有一些反馈，还举行了一些工作方研讨会，去看一下这些行动如何实施。在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然后2017年第二次，上一次呢是2019年举行的。那么从2018年以来，我们已经是在政策去跟侨民一起去合作制定，协作制定关于侨民的政策，而且呢有三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呢关于一般性的侨民问题，还有呢社会行动的方向，还有关于融合回归侨民的，让回归侨民融入的一些方向。那么而且呢是对于侨民对于国家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包括财务性的，还有就是发展，还有技能的提供。而且呢他们在一些政府行政部门也是，他们也是有了很高的职位。我们在这些话题课题上呢是有财务和技术的合作伙伴，我们举行了一些项目，比方说发展互动，开发这个互动工具，让侨民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而且呢还有一些在最开始的研讨会上，我们也很高兴的知道在非盟层面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去在区域层面支持侨民。我们在3月30号的时候得知了这一点，而且还很高兴呢能够参与这一个事项，因为呢这个提供了一个行动的政治层面，而且呢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就是关于侨民的司长的一些话语哈。就是从2014年以来我们就开展了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侨民在摩洛哥和马里的侨民的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呢非常感谢让我今天发言，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我，非常感谢。那么知道科特迪瓦发生了哪些发展变化，关于侨民和侨民的协调工作啊，很高兴。那么我现在呢是请我们的嘉宾来讲一讲，因为我想呢这里说到一些很重要的话题，而且这一点呢可能是其他同事也可以参与回答的。我想呢这关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侨民的
多样化哈，因为大家都觉得侨民是一体的，但实际上呢，侨民是有不同的，他们有不同生活阶段，性别，还有是哪一代人都不同，而且呢，还有就是技能，比方说是企业的，医疗的，创业的等等。所以呢，我想听 Hamid 和 Mingo 的观点哈，就是这具体的几点，你对于这些观点怎么看？Mohammed 是不是你可以先谈一谈？然后呢，再进行实际的政策讨论。非常感谢。我想呢 ，George 说的一点，就是侨民的增加的价值，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我几乎是完全可以讲一讲，我只能讲一讲索马里哈。大家知道，就举我自己为例吧。我对于索马里的价值。当然，如果我就只在荷兰过去七年待着的话，我现在在索马里已经六七年了。如果我只在荷兰待着的话，我对索马里的贡献恐怕呢，就不如我现在能够做出的贡献大。包括我聘用的人员，还有这个行业原来不存在，是我创立起来的。还有呢，我创造的这个经济的价值，还有呢。让他们有能力在某些领域去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出来。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价值方面。因为我想从我的观点来说，我能够做出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我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机会，然后呢，在当地的市场的人看不到的，或者是即使看到了，但是却不愿意做投资。而且呢，由于侨民和我们的这个祖国，我们所在国的身份，我们离开之后呢，是双重的效应。比方说，我的同学在荷兰，他们就只做一份工作。那我可能做两份工作，因为我感觉到我跟索马里的这种渊源，我回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要做出贡献。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呢，这就带来了很多价值，对于我们这个人本身是如此，而且呢，还对于社区也是如此。还要提一下，就说你所离开的社区也在照顾你，因为他们认为你去外面是一个新人，你接受了教育，他们也希望有一些知识的转移。你去哪儿的话，都会给你一些知识的转移。我想这点很重要，就是当你回来的时候呢，你能够得更多的渠道和机会。我想这也是很大的价值。那么另外一点呢，侨民总是说，索马里的侨民总是对索马里的家祖国做出贡献的，这一点呢，实际上呢是可以被看作是社区非常感谢、非常希望获得的。而且呢，有人回去的话，不管是帮助社区，还是建立医院，还是雇佣人员，都被看作是很了不得。而且呢，人们觉得这在提供这些价值，人们认为呢，你在给社区提供原来没有的价值。但是回到原来的一点，就是说，在最近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大的话题啊，在索马里，就说很多侨民，大部分，过去十五年离开索马里的侨民，他们呢都是跟政府有一些关系，那么当地人民呢是有一些批评。那么这就是对我们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一些负面的一点。最开始的时候呢，看我们呢是觉得我们这些人是很崇拜敬仰的眼光，但是当人们发现大部分那些人最后都是到政府去工作的话，而不是实际去受过良好教育的这些人，或者是对国家有用的人的话，那就会批评。
我们不就会说我们不想让那些侨民去到政府去当那些能够做决定的这些人，那么就觉得这些他们只是抓住他们自己的机会，不给我们创造价值。但是我并不是去做出任何判断，我只是在描述我们的这个状况哈。刚才 George 也在问哈，就是说侨民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带来的价值，我想他们的价值是可以给社区带来很多价值，可以做出更多的。穆罕默德啊，谢谢哈，你讲的这恰恰是我想听到的。我想的确实是说侨民不仅仅是说建立联系，但是还有更多，就是技能和知识的转移交流，还有这些机会。而且呢很有意思啊，听到你说你没有自己的影响，然后呢别人如何看待你，不是人在荷兰而是说在索马里你觉得才能够做得到。我想这一点呢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可以去讲。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特权，侨民的特权。当你回到你自己的祖国的时候，你如果从全球其他国家回来，那你带来了一些特权的，也是我想呢这一点如何平衡也是很值得思索的，很有意思。还想请明狗呢也在分享一些想法关于这一点哈。那么我也想请两位嘉宾再分享一些想法，就是说最理想的一个侨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好，明狗你先谈谈吧。我稍微退回了一点哈，就是前面一些问题和发言说到的，我想 Mohammed 说到了政策制定对于侨民来说空间的缺乏，他们怎么看待他们这个侨民群体，给他们创造一个空间，在国家之外的侨民如何参与到这个政策制定当中，我想这是一个要点关键点。因为呢我们花了很多投资在顾问身上去制定政策，但是却没有做出足够的投资给真正的咨询意见和真正的参与者。这个是工作并不难做，但只是需要花时间而已。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小乔治说到的，的确是有不同的专长，我们总是去看核心的区别，就是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参与者的区别。这些人呢是从事一些具体的行动和行为，在各个国家地方组织的话，他们只是通常只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当中工作。当然我这里不是非黑即白的哈，这就是说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但是其实活动有很多，地域有很多，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有不同的技能组，这样他们可以高度的互补。因为当你有在同样的社区同样的国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你肯定就会去积累起来很多你以前没有的东西。但是你等你有这种国际组织的时候，他们就是或者是国际性的一些人士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些专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互补互补再互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这一行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具体的创业家他们的价值。 George 我觉得刚才讲到的这个创业家和其他的比如说像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进行对比，我们这里就不是说是侨民和其他的这些人进行对比，而是说人道主义和创业家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遇到难度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创业家他们可以带来很多价值，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自由度非常高，而且是有资金，因为他们花钱的这个到底用在哪些地方是由他们自己来去做的，所以有具体的用途。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非常的通常都是比较创新，并且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比较可持续的。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协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点也是让我都笑出来的。因为之前我记得也是和 Forty UK 进行去对话的时候，因为这个先生呢其实他也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人，当时这个先生就跟我讲说，他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总要去挑这些胜者赢家。当然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人道主义就是这样啊，我们肯定是想去把我们的协助提供给这些需求最多的人，而不是说哪些人作为这个业务投资来讲最后的回报是最多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但是我觉得这本身之间还是有些互补性的，所以这也就是要讲的刚才相关的一点。刚才科特迪瓦的这位先生你所讲到的这种方法，我觉得是这种
迭代性重复性的这种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把它进入到你们的政策当中，比如说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以后，做了行动以后再去复议一下，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好，我想我就说那么多吧。好，非常感谢 Mingo。 那现在考虑到时间呢，我想我快速的先说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供大家都思考的人，就是在不同年代人当中的这种参与。我们之前聚焦的只是第一代人，但是爱尔兰人其实你们是众所周知，你们所去应对的是可能都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人，所以你觉得这之间的参与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这种连接性是怎么样子的，你觉得他在研究当中所看到的这方面的一些结果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在不同年代人之间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互动以及参与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就是讨论的不同方向。我知道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但是请大家尽可能把您的提问说的简洁一点。不好意思，我这里看到的名字，我今天可能就把您这个名字说的太糟糕了啊！但是您是叫 Eho 吗？您先做一下这个介绍，然后告诉我怎么样去正确的读您的名字，然后您的问题。好，现在有请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主持人把这个麦克风给我。我代表的是乌克兰，现在呢是代表我们的乌克兰政府服务部门，我们主要的话呢是负责政策以及政策这方面工作。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离开本国的乌克兰的侨民社区，还有的话呢就是不同其他国家的这些人群在乌克兰生活的现状。而且本次的会议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的侨民社区的人群现在在乌克兰所做的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尤其是处于现在这个时间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网速好像不太好，那我就把我的麦把我的这个视频关掉吧。好，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把我这个摄像头先关掉。好，没关系啊，谢谢您。在我自己的国家当中，乌克兰我们是有很多来自于不同族裔的社群，他们所代表的可能是来自于在全球有几十个国家的侨民社区。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由俄罗斯入侵者在无原因情况下所挑动的这场冲突，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正在承受着战争所带来的这种灾害。他们现在也正在去轰炸乌克兰的不同的城市，已经摧毁了很多的居民住房还有公寓大楼，并且已经是让若千个的这些百姓包括儿童都已经是因此而丧命。而且俄罗斯现在他们也是在去摧毁包括我们的这个妇产医院还有儿童的一些机构，这当中就已经是涉及了有500,000的这些人群。有些机构比如说他们已经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还有一些城市是受到了重大的摧毁，这一点现在都已经是被俄罗斯的导弹完全的还有这种空中袭击已经完全的摧毁了。而且基辅目前为止的城市这也是我们的首都也是处于轰炸当中，所以很清楚可以看到不光是乌克兰本族人也包括在其他的这种族裔的在乌克兰生活的居民也受到了影响，这当中就包括了侨民社区，已经是几十个不同的这些族裔的侨民社区目前是在我们的国家当中生活的。他们也是从属于不同的社群的组织，现在他们也是来去维护乌克兰抵制俄罗斯加入到战场当中。俄罗斯现在也是正在我们的西边边境当中进行轰炸，我们的空中的这种警报也是经常可以去听到。我们自己不管说是西部还是东部的这部分的邻边的国家也是有人民生活在乌克兰。俄罗斯攻击者也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设立了一个论坛，专门是涵盖欧洲当中的人，他们这部分的人他们是不知道二战是什么样的情况的。当然很遗憾我在这里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根据不同的估算值现在已经是有高达500,000的人口已经是逃离了乌克兰
就是希望能够躲起来免受轰炸的这种影响。而且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境内我们已经出现了流离失所的情况，已经有很多的这些几千个侨民社区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侨民社区，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他们也是参与乌克兰的维护的这个冲突的工作当中，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让我们都是心痛的情况，也是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来去分享这方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几点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比如说您讲到了在乌克兰的这些侨民社区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另外一点刚才您也讲到了是在乌克兰的侨民社区他们也是目前为止怎么样去应对目前出现的冲突。比如说例子可以看到在欧洲的这些非洲侨民他们是怎么样去支持在乌克兰的一些非洲的学生和其他的社群。我想问一下您刚才的主要提议是什么呢？您觉得在从今天的全球侨民峰会当中您希望能够主要获取的哪些信息呢？ Hello?、您能听到我讲话吗？能听到我说话吗？我现在可以听到了。Sorry, it's just a very bad transmission.不好意思，这个网速不太好啊，传输不太，信号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反正就是网速的这个质量不太好。你可以看到在乌克兰现在生活的 有几十个不同的社区，几十个不同的这个侨民社群，而且乌克兰这当中有乌克兰的公民，还有有些人呢是乌克兰的社群的一些领袖，他们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国家，他们也是做了不同的志愿者志愿工作，比如说包括来去协助我们的难民，帮助境内流离失所的这些人群，所以他们所代表的都是一些非常勇敢的典范，帮助了我的国家，所以对于我们的公民来讲，他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生活在其他国家的这些乌克兰的人也是在帮助我们的国家，所以想去表达感谢。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发言，我想这也是确实每个人现在都在思考的事情，就是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的回复到底是怎么样的。 Mingo 非常感谢，现在可以看到来自于他的这个组织我们对于乌克兰局势的回复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做过了相关的一个报告，并且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专门就目前的就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因为我知道其实您现在不光只是去应对目前的这个冲突，而且之前也是全24小时来去应对相关的一个状况。在回到我们的演讲嘉宾之前，我想再接受一个非常简短的来自于 Eric 的提问吧，然后让我们最后一个讲者在今天这场会议结束之后再去做致辞，也就是十分钟以后。非常感谢，首先您做一个简要介绍吧。非常感谢，我在这里说的是西班牙语，我们今天有非常杰出的传译服务。我是Eric Hernandez， 我现在是在墨西哥城，我是一个总监，主要的是来自于帮助在国外的墨西哥人的一个组织当中工作。我们现在是有1100万的墨西哥的男性和女性在全球生活，大部分人是在美国，但是我希望对这样一个非常杰出的工作组所做出的贡献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墨西哥组织是在2003年的时候设立的，也是政府的外交关系部门之下所设立的一个单位，我们是给社区提供服务，而且也去关注发展议题和所有在全球各个年代的墨西哥人所提供些服务。最好的例子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在美国生活，因为现在已经是有了3700万的大约3700万的外国人是在美国生活，当中一大部分是墨西哥人，
这当中很多的人在美国是没有医疗保健服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做的是，因为侨民社区本身是有压力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种战略来去确保。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是有51个健康的这种提供机构在美国，而且有些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文档记录，所以根本就没法获取医疗保健，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51个不同的服务窗口，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是有了这样一个策略，是和领事馆在一起合作。因为您知道墨西哥是我们的领事网络跟其他国家相比都是最大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呢有了50个这个领事机构，他们现在已经是和墨西哥的侨民社区来工作。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侨民社区他们要求说要那么去做，而不是因为我们政府主动来去提供的，所以这点我必须要跟在这里提出。我不想占用太多时间，但是我还想去说一下，在拉丁美我们也有散居国外者，就是侨民，我们已经是和在欧洲的相关机构来去识别了这部分的侨民社区，因为他们也是在疫情当中受到影响，还有后来就是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这是刚才一个嘉宾提到了的。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我们自己的这种协助，也是和他们保持团结一致。这个影响的大部分是女性，我们也是设立了一些网络去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在整个欧洲当中推广这一服务。这个是通过我们的墨西哥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在整个欧洲区域当中提供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来自于侨民社区当中他们主动提供的一个提出的倡议，我们还是支持的是不光是墨西哥的侨民社区，而是说西班牙语的任何的这些能够找到我们的人，如果他们需要在此期间提供支持，不管说是心理，因为尤其是现在心理健康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已经是和第一代、二代、三代墨西哥人建立联系，把他们带回到墨西哥，让他们重新进入纽带，让他们重新融入，让他们成为我们国家的大使，在国外的大使。我在这里呢，就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墨西哥海外墨西哥人研究所的这个组织的链接放在这里。墨西哥人会让我们的政府呢更为努力地为他们工作，我们到时候还会有一些在墨西哥本身的这样的一些副手性人员，他们代表的是在墨西哥本身侨民社区的心声。我就讲那么多，非常感谢 Eric， 我觉得这点确实是非常好，我觉得您真的是把这种协作体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的侨民社区怎么和政府在一起合作，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知道在美国也是和一些移民当中，我们也是帮助他们来去在当地开设银行账户，因为他们自己来做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可行。还有另外一点，刚才提到了，我们在讲到保护这些移民社区的时候，其实保护移民的时候，侨民也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在讲侨民，尤其是和来源国进行合作的时候，我们讲的不光只是发展，我们讲的也是人道主义，因为这也是成为了他们提供保护支持的一种重要的来源。而且这里讲的不光只是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包括他们的心理健康。我们可以看到侨民社区在疫情当中他们要是怎么样去提供一些支持的，得到支持的。我知道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同事已经在我们的聊天渠道当中提供了一些链接，我们其实还只剩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想 Mingo 还有 Hammond 就做一个简要做一个这个结束致辞吧，就是还有对刚才的一些点进行回应。因为我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时间非常简短啊，但是这种讨论通常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时间会更长，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这场讨论可以被未来的一些流程提供更多的信息。 Mingo 那就只给您一分钟吧，您一分钟的一个结束致辞，一分钟的不是总结吧，就是讲到乌克兰侨民社区之间的这种的协作。我想目前为止这方面
所涉及的乌克兰的侨民社区参与非常多，因为他们来去协调一下目前为止侨民社区可以能够提高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并且是有趣的一个例子，那就是怎么样能够与建设性的这种，在建设性的前提下为乌克兰政府提供协调。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政府和他的侨民社区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当然这也就讲到了有不同年代的侨民社区，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维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侨民社区，有些人他们因为在其他地方他们其实是和自己的联合国政府的关系是不好的，当然这个就肯定会在后面参与政策上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转向性的一个改变。而且您刚才讲到了跨年代人之间的这个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和这个索马里那边的侨民社区在一起工作已经有10年以上了，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可以看到现在有第二代第三代人他们也在挑战第一代人，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合作当中你可以看到更年轻的这一代人他们就会在侨民社区当中的一些冲突性的议题也是拿到会议桌上来谈，因为我们之前就会有一个论坛讲的就是索马里侨民社群当中，索马里侨民社群当中的年代人之间的冲突，所以你必须要去建立信任，你能够去召集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才能够真正有潜力把某一个社群的这种侨民人员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吧。所以我就说到最后一点，再最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吧。Mohammed，我们其实现在只剩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不好意思就简短一点做一个结束致辞吧。非常感谢不是还有 Mingo 女士，还有另外两位先生 Eric， 还有 Landis， 还有这个墨西哥的刚才的代表的发言，非常有趣啊！刚才可以听到在墨西哥这方面您所做的工作，我觉得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我也特别的Eric， 我也是特别的期待到时候和您能够进行合作。我觉得侨民社区确实是发展和合作以及互补性的一个工具，不管是对于政策制定还是对于其他工作来讲都是这样。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我们今天各位尊贵的演讲嘉宾，感谢所有的与会人员，感谢您刚才的这些发言以及在聊天频道当中的发言。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聆听每个人的发言，那就讲到这儿，我想我们此次的会议就结束了，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就讨论的议题能会有更多的分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一次峰会其他的环节，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期望能够参与以后的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会议环节，所以希望你们接下来这一天呢也是非常愉快，我们就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结束本次的会议，谢谢大家，特别高兴能够参与，谢谢。